好，我是小莫，我是韵，我是 Angela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过两天呢，就是圣诞节了，今天我们要来装饰圣诞树，还有圣诞老人。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去把圣诞老人和圣诞树从储物间里边请出来。OK， 圣诞树在最上面。OK， 哥哥在下面接着，好吧 ？OK， 哦 ，OK，OK， 拿住了吗？拿住了。我松手了啊！你先别，我没有一个。OK， 我可以打开门，这边说的。这个箱子是圣诞用品，这装在门上的。Angela， 把它拿走，谢谢。OK。哎呀，掉出来了吗？掉出来装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打开是圣诞老人。装饰球，哎呦妈呀，你太厉害了！好 ，OK， 去吧，我下来了。好的，还有一只大鞋呢，你看，是爸爸的。妹妹当心下楼啊！我带着走吧。那没关系，你带着走啊。哎呦，行吗，哥哥？哥哥还有那个一个楼梯。好，下来吧。哥哥，毛毯先铺地上。对。对，好，铺在那儿。所有的小东西都先挪出来，我们来装树。这个先放到边上，这个是最顶上的，这是中间的，也放到边上，轻一点啊。好，好，最底下的拿出来。我也喜欢。OK， 好的。我现在要来了啊！这个不是个真的树，假的呀，每年都是吃同一棵。对，这样子好像。妈咪，哥哥以前老去那个。哎呀，哥哥以前照片放，插在哪？这里还有太阳伞。我可以弄到最上面的。那这样你把电源插上。最后一片往上摆。卡进去了，卡进去了吗？要确定它卡好啊，要把电源插上。安吉拉，在这儿，这两个电源插上。我们现在把枝叶把它变得丰满一点，你要慢一点，一根一根弄。下边的把叉叉都分开啊，这样子。对，让它就是像真的一样。这个把它放下来，这边没有放下来。现在圣诞树。像个秃鸠，要把这个枝把它分开。哦，我懂了。把它树叶给弄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往上挂装饰品了。有好多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，每年都会做一些，每年我们都给他们留着。这是一个圣诞树，打吧。这是一个 gingerbread， 这是哥哥小时候，这个是用毛线做的一个 turtle 还是什么东西，这个也是小时候做的。圣诞老人果然在这里。可以呀、啊，你去插电，让它再靠着这个墙好吗？通电啦，好，让圣诞老人慢慢鼓起来。啊，你俩好像呀 ！Hello， 圣诞老人又见面了，每年一见，欢迎你回家，圣诞老人。把颜色岔开啊、哦，类型也岔开放，真好看。这也是上次做的，这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。这个是谁画的？麋鹿呀 ，Deer， 哦，这是 Reindeer， 然后好漂亮。这是拿一个这个 string， 然后放在这上。好的，真好看。这个是我和姥姥在 preschool 做的，哎呦，真好看！哎呦，这有 Elsa， 你那时候最喜欢 Elsa 了，跟姥姥一起做的是吧？你想不想姥姥？我想姥姥。想姥姥，姥姥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。哇，好漂亮哎，哥哥，她像个新娘一样。哎呀，个子不够高呀。圣诞老人发包裹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圣诞快乐，许多爱心分你一颗。
好看，把灯关掉，咱们来个亮灯仪式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亮灯仪式开始。哇，好漂亮，哇，好梦幻耶。圣诞快乐，许多爱心分你一个，